我每一次去饮，都只会食一味菜：酥味、炸子鸡，听见都想呕。真正值得我科八嚿水人情嘅，就只有佢。你都系等紧嗰味菜？我等紧嘅唔系菜，系肉，欲望嘅肉。一道被唾弃嘅菜，干烧意面，佢象征住道德嘅沦陷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，没有人比他更加明白什么叫做输在起跑线上。从来都不会有人期待他的出现，因为出场的次序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。他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慎防你刚才不够饱，他可以赚饱你。例牌食剩之后，一班虚伪的三姑六婆就会循例叫侍应打包。你打乜鬼啫？莫讲话其他人啊，根本连你自己都唔想攞翻屋企。你究竟想证明啲咩啊？任何几无聊嘅送菜都拥有一个冠冕堂皇嘅称号，金咩盏白咩花啫？我呸！咪又系一炸蟹钳咯？点解改干烧意面个名字就咁求其？硬塞个制法同材料就算啦，咁样叫公平咩？咁样叫公平咩？既然食得咁疲惫，做咩要煮佢出嚟？呢个世界对我嚟讲已经越嚟越陌生，我唔能够面对呢一班自甘堕落、出卖自己灵魂同魔鬼做交易嘅丑陋面孔多一秒。翻屋企嘅路系孤独嘅，不过即使所有人都践踏佢，我依然深信呢个世界某一个角落，一定总有一个同我一样识得欣赏干烧意面嘅人。究竟在哪裡？干烧意面，27号见。